真的是太恭喜了，在除夕的一早，志玲姐姐公开当妈的大喜讯，并放上一家三口大手牵小手的合照，让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发文先是用哭脸开头，能看得出来她等这天真的等很久了。她写下 Thank you for coming into our family， 终于等到小天使诞生到我们家，很希望在这个美好的一年初始和我爱的每一个人分享我衷心感激的喜悦，不忘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祝福和打气。除了宣布天大喜讯，还很贴心的祝大家新年快乐，最后用爱心包围自己跟姐夫的名字，整个幸福满满，留言区也瞬间涌入祝福。姐夫也同步发文分享这个喜讯，而他们也大方向媒体证实是生下男宝宝。其实志玲姐姐2019年结婚后就和 Akira 一起到日本生活，鲜少出现在公共场合，现在丢出这个天大喜讯，也终于知道志玲姐姐原来是努力在为了当妈妈准备，真的是太恭喜了。